是忙忙碌碌追求，疲惫的心你是否需要我的温柔？感情它早已变得沉重，冷漠的心你是否需要一点感动？绅士约会总不能老让我穿白制服吧？是是，哈哈，真是把你放了医院真太可惜了。那我应该放哪儿呢？哎，你应该放这里啊。给你一个人看，做你的佣人啊？你请得起吗？哎，那这样吧，那你请我，我当你佣人好了。大家很多人会失望的哦。无聊，走吧。哎，好好，慢。说你有事吗？就这个事啊。对对啊，待会儿咱们跟他们换位子，男生跟男生坐，女生跟女生坐。好啊。老师姐，哎，老师姐，票拿出来。哎，走走走。我都要睡着了，哎，要不是你请西施来啊，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的。胡大哥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玫瑰啊会请你来呢？你说呢？他一定觉得这很无聊才会这么做。那你请西施来是你无聊还是西施无聊？我的目标是当恶心医院的院长。这个没问题，我可以帮你忙。不过希望你以后不要去骚扰玫瑰，因为那是我的责任。吴大夫，你说这个话未免太早了点吧？哎，别忘记啊，我们四个人都还没有结婚呢，将来怎么样很难说，哎，说不定他们两个人都看上我。我想也是啊，再加上女护士，再加上女病患，姚世杰啊，姚世杰，小心得了金虫肥大症。金虫肥大症。有这种病吗？有，搞不好马上就出现在你身上。玫瑰啊，你不要不好意思，老实说。说什么？你跟武断呢？
是不是在约会呀、啊？就算是，那你跟姚世杰不是也在约会吗？不是啊，我跟姚世杰不一样啊，我们俩只是同事耶。那我跟武段也是同事啊。才不是，我觉得你跟他啊在谈恋爱。说真的，你看我和武段在一起，你有什么感觉啊？我有什么感觉？我觉得很好啊。真的？你不相信我？不是不相信，只是我觉得，因为看起来你跟武段也感觉还蛮不错的，是吗？哟、玫瑰啊，你还说你跟武段没什么的？听你讲这番话呀，嘿，我就敢肯定的说，你已经偷偷的在喜欢他喽。没有，没有，你都已经在吃醋了。真的没有，真的。哎呦，你还不招啊？没关系啦，反正咱们天天都在一块儿，迟早有一天自己会承认的。妈妈，我看完饭以后就可以出去玩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当然可以去玩了。悄悄想到哪儿，就可以到哪儿。高小姐，小巧，胖阿姨，叔叔，漂亮阿姨，乖，乖啊。高小姐，待会儿要麻烦你去签一个手术同意书，会不会有问题啊？我们会尽力的。实在好紧张啊！不用紧张，有武大夫跟玫瑰，你放一百个心好了。高小姐，不要给小小造成压力嘛。对不起，我实在忍不住。哎，小小，来，我们来玩 ET 好不好？好。ET 高火。其实你是什么胖 ET？ 来来，叔叔教你啊，你这叫半蹲嘛，眼睛睁大，嘴巴睁大。ET 高火 ，ET 高火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就是说 ET 想回家啦。爸爸，我们会尽人事的。报告，专车到了。小小，我们要准备出发喽。我来，爸来。不要，我要看阿姨吧。来来来，小可爱。哎呀，妮妮啊，你快准备一下，我马上就来。好。高小姐，你不要紧张嘛，小小她不会有事的。是，我知道小小会没事的。信心啊！我对我自己有信心，我担心的是小小。我不懂你的意思。把小小医好又怎么样？反正他还回不到母亲的身边。可是至少他可以见到他母亲了。我们能做到也只有这一点了。开始了，到了。高小姐，你别难过，别紧张啊。小小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一直把你放在一边，没有好好照顾你。我算什么妈妈？我算什么妈妈吗？高小姐，你不要自责了，不要这个样子嘛。哇，西施小姐，有什么需要我服务的吗？哭得那么伤心，我看快了。你这个扫把！哎，吴大夫，王大夫。吴大夫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干嘛？小小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？西施，我看你比高姐还紧张啊。大夫，小小的手术怎么样了？非常成功。大夫，我求你了。
小小啊，换阿姨没有送礼物给你，可是怕阿姨认你做干女儿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那以后你就要叫我妈妈，然后就住在医院里面喽。那我妈妈怎么办？嗯，你妈妈她很忙嘛。哦，其实啊，你送的礼物最实际了。我赞成这句话。其实啊，我越来越觉得你并没那么可恨。嗯，可是我还是很恨你。啊，小小，阿姨忙，没有时间买礼物。 不过这样好了，阿姨每天可以帮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穿漂亮的衣服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好棒！那小小会越来越漂亮了。哎，好啊，一样漂亮。哎，大家都在呀。来，妈妈，小小，哇，小小，怎么那么多礼物呢？嗯，都是叔叔阿姨送的。真的？真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们。 哪里？小小，妈妈也有礼物要送你哦。谢谢妈妈。不是谢妈妈，应该谢谢爸爸。爸爸。正正，进来吧。这是我先生，叫于正正。这是我们的女儿，小小。 小小，妈妈一直没跟我说。 所以，爸爸不知道小小生病了，小小原谅爸爸好吗？爸爸，我考虑了很久，才决定把这件事跟我先生坦白。好不容易小小病好了，我实在不愿意让他再离开我，毕竟他是我身上的一块肉，我怎么舍得丢了下呢？其实，玫瑰，谢谢你们。 我真的太高兴了，高小姐，你的选择是正确的。于先生，我佩服你，你是伟大的父亲。哪里？小小本来就是我女儿嘛。小小，来，爸爸抱抱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忘了一件事。是啊。 是脑震荡啊！怎么样了？越吐越猛，再喝吧。吐一吐就好多了。啊哈！玫瑰怎么样？哎，他怎么了？我是脑震荡啊！我跟你说，我没醉。
又醉又脑震荡了，不是，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呀？你说吧。哎，你们餐厅里卖不卖啤酒啊？嗯，我说啤酒，也就是啤酒啊。赵先生，我听得懂秘鲁，可是呢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正在戒护观察当中，不可以喝酒啊。来，吃药吧。医生。我能不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呀？你说。那你们总该有什么这个烧酒鸡呀，醉虾呀，或者是酒瓶什么的。赵先生，有一天这个世界上都没有酒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呢？哎，医生，我告诉你个大秘密啊，这个秘密连我大陆老娘都没告诉他。我曾有四大坛酒啊。赵先生，你有没有想过要戒酒呢？ 我有啊，可是我一直就没想通，酒有什么好戒的嘛？王医师，量体温。好，你帮他量体温呢，然后看看你的发烧记录在病历表上面啊。好，药也拿吃了啊。啊，好。来，赵先，在石头下。 毕竟它是酒啊！哎，赵鑫，三分钟还没有到，不能拿出来。胡氏小姐，我觉得消毒不够，你能不能擦再擦一次酒行吧？不会呀！哎，你再消毒一次我就放心了。你多擦点，多擦点酒精啊！ 血糖怎么样？那血压呢？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。医生，我肚子好痛哦。您几个月了？你忙什么、啊，妹妹？再查点资料。嗯。哎，你现在不错耶，电视啊、报纸啊都登了你的大名哎。哎呦，你别请我了好不好？哎，不过说真的，今天看门诊的人特别多哟。 哎呀，你最好注意一下乔安娜，因为报纸也登了路易斯·否认的消息。我怕他情绪又不稳定了。他们演艺圈的人谁搞得清楚？嘿，你看乔安娜自杀，象征自杀吗？我还哥们在宣传。<笑>我还真佩服他们自我宣传的方法嘞。玫瑰啊，我一直在想那天我们去看芭蕾舞的事情。哎，你怎么会想到要找我呢？ 无聊啊，无聊。你无聊的话，你为什么不找西施一块儿去呢？西施已经被姚师姐约走了。我问过姚师姐哦，她说她先约过你，你没有答应。哦，我跟你说，我无聊吗？哎，那我们今天再无聊一下好不好？<笑>你无聊，更加无聊怎么样？ 对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有事。哎，玫瑰，这怎么可以呢？你约我马上出来了，我约你，你要回报一下嘛，这太不公平了吧？哎，男人跟女人本来就不公平的，我们可以从生理结构就知道了。哎，我生理我当然很清楚了，可是我们同样都是人呐。人人也分好多种啊，您像八旺吗？哎，拜托啊，不然拿别人比不行，八旺，差太多了吧？那还不都是男人吗？好吧，好吧。 那我等好了，我看你来约我也会比较习惯一点。好吧，那您就慢慢的等吧。我就等，反正我还年轻。哎呀，嫂子，怎么女朋友啊？哎，我们都是老朋友了。好，你慢慢好，谢谢，慢慢去啊。谢谢，不错不错不错啊。哎呀。 你要干什么？看你爸爸的样子，跟你一样喜欢喝酒，所以我来突击检查。哇！果然不出我所料啊！抱歉了，没收。好了，被你发现了。赵先生啊，你就少喝点酒嘛，酒喝多了是会有毛病的。小姐。
让我想起一个人来呀。谁呀？你女儿啊？不，我妈。谢谢你啊，老来子，你好好休息了。就装在酒瓶子里，别说就不能装了。啊！真的是难分啊！跟着奶粉蒙混呐，还好发现的早，要不然的话又被他们给得逞了。我看呢，海关要寄私酒的话，应该是找你去查的。玫瑰啊，你没想到什么好办法可以让赵先生戒酒啊？我记得我在医学院的时候呢，我的教授曾经告诉过我，如果你要让一个人彻底断瘾的话，就是让他看到死亡的惨状。啊？死亡的惨状啊？嗯。就像有一个戒烟的广告，他们就是找了那得了肺炎的尤伯列娜拍的。啊，我想到了，我要让他活生生的看到喝酒过量的下场。嗯，来，小姐。这束花送给你。吴医生，我……哎，你千万别这么叫我，你可以叫我月童，或者像大家一起叫我童就可以了。不恶心呐，童，你干脆叫童安格不是更好吗？八哇，请叫我八或者是哇。八你这臭娃娃，谁叫你乱闯地方的？你干，你给我出去！我不出去，你出去！我不，否则我把你轰出去啊！我不，出去！你两个还走开呢？乔小姐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打我。介意我打你吗？干嘛？吃饭这样吃的？出去，否则我叫警卫马上把你轰出去。警卫，我很熟啊，每天送发红包啊。请你出去，你听到没有？我不要，我不出去，我干嘛进去？你们两个给我听着。是，小姐，请吩咐。我又失恋了，你们知道吗？知道啊，所以今天我是特地来安慰你的。乱说话！这干啥？小姐，我看过今天的报纸，所以我是特地来安慰你。哎呦，干嘛？你太没创意了，这个老词儿了。那句话我刚才已经说过了。你烦不烦？啊，你烦不烦啊？我当然不烦了。请你烦什么？你干嘛？你是医生呢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警卫啊？我是实习医生。对呀，我实习医生，医生不了，不能请你出去。医生，请你出去不行啊！你们两个通通给我出去！乔小姐。不要理他们。我没有理他们，我只是觉得好烦啊。好烦？是因为今天的报纸吗？嗯，我好想自杀。啊？自杀？哎，乔小姐，你千万不要自杀！万一真的有什么事的话，那怎么办？你说我自杀是假的？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自杀是很危险的事情啊。嗯。可是我心情不好嘛。心情不好你可以大哭一场啊，或者四处去走走啊。我陪你。你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找你有事儿啊。哎，对嘛，有事就应该去忙，对不对？乔娜，我陪你。你呀，想都别想。跟我一块出去干什么？我觉得你跟我走。乔小姐，你好好休息哈，我们走了。为什么不自杀呢？你根本不理我嘛！我的安眠药。没有错，其实，等一下，其实啊，我真搞不懂哎，医生不是要替病人看病的吗？为什么要让病人喝酒，最后又得到肝炎？其实啊，这就是你的计划啊！什么？你也知道啊，
哎，吴月彤啊，你怎么了？吴月彤，你生病了。你们问他呀。是这样的，我要让吴月彤死一次。啊？死一次？没有红字你就跪了。老赵，嗯，我帮你带个范儿来了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吴月彤，老赵，哎，怪不得家长床原来是你啊！来来来，你的床位在这儿。现在已经进入这个角色了。吴先生啊，在这个监护观察期的时候呢，绝对禁止喝酒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老赵，那就麻烦你们互相照顾照顾了。哎，好，我走了啊。烦死了，这是刘丽爸说的。酒啊，是我的生命啊，是我的好朋友啊。小姐，想不到你也嗜好这杯中物啊。笑话，哎呀，相信哎，他才喝了一杯耶，就醉成这副德行了。哦，这个算是很进步了。上次啊，我带这个人去吃烧酒鸡，服务小姐才刚刚端上锅，才点了火，他就已经醉了。真的醉了？哎，真的醉了，开始胡说八道啊，还用手摸服务小姐大腿啊。服务小姐打他两个耳光，他跟人家说谢谢你，不要找了。摸大腿？哎，摸大腿。姚师姐啊，你可不可以快点把他弄醒啊？没问题，小 case。吴月彤，哎，其实啊，麻烦你离开床边远一点啊。为什么？待会儿你知道。哦。有效吧？哎。谁说不照顾？哎，吴月彤，你在干什么啊？他怎么了？哦，这是一个电视上的机车广告。天哪，这广告还真红哎！哎，吴月彤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哎，你醒一醒，因为你是谁呀、啊？郭富城啊，这是医院，你醒一醒吧，哎，嗯，那一定是我心跳快了，我来到医院。吴月彤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对啊，哎，你怎么坐了地下铁之后身材都变了？看起来好像那个胖胖的那个叫周美仪。因为铁路便当太营养了，你给我醒过来啊。哎呦，我已经跟老赵搭上了线了，而且我跟他一块儿快快乐乐的喝酒，然后，哎，不对啊，怎么都变了？我，哎，我记不起来了，我糟了，我
真的接不起来了，哎，怎么办？你醉了，你真的那么不能喝酒啊？嗯，我真的不会喝，哎，姚大夫他可以作证啊。啊，我可以证明。嗯，那照这种情形看来，我的计划也只有泡汤了。哎，其实啊，你的计划可以照样进行啊。他不会喝酒，你怎么进行啊？哦，不会喝酒，那可以喝红茶。哎，喝红茶。快点啊，来福。将军呐、啊！哎，我居在这里啊，你的套不要了。用完，就你的军呐、啊！哎，我的炮在那边，马上会被打掉的。林来福，我跟你说，你找我下象棋啊，你还早得很呢、啊。快点啊！二头还都满了，这头将呢？对，谢谢。将军啊！你们也讲好了，观棋不语真君子嘛，你怎么可以在这说呢？真抱歉，我是女人呢、啊。哎，最毒女人心呢、啊。嗯，你说什么？最毒女人心呢、啊？得劲了、啊！你就来了，你别怕。哥哥，你来，你坐，你坐，我帮你检查一下哈。啊啊啊啊！啊啊！他说得救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！因为党魁如果病好的话，他就可以出院了。他一出院，我们大家不是就轻松了吗？嗯啊，嗯，好，党魁，我问你，哥，刚才你说最毒女人心啊，是你自己心里想的，还是别人教你的？当然是发自我内心的话。哎，这是表示你很讨厌女人，你很痛恨女人，才这样说的。武大夫，啊、你好差劲，怎么这样问呢？武大夫在问诊呢。是错了啊！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话，因为我喜欢女人，我热爱女人。哎，既然你又喜欢女人又爱女人，那你干嘛说最毒女人心呢？因为啊，因为同志，我是海山。海山跟女人有关系。因为海山是男人，所以男人爱女人，对不对啊？看到没有？哎，其实已经有进步了。他以前只会说同志，他现在还懂得男人爱女人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党魁，没事。神经病！海山告辞。海山殉职了，最毒妇人心。乔安娜又自杀了，又自杀了。啊、哦，这回他吃几颗安眠药啊？有没有先通知记者啊？来，我把气消完。哦，大夫是真的，他这次整整吞了一瓶啊！就那一瓶的健素糖是不是？哈哈 哈！我才不被他骗呢。不要这样说嘛，李小姐是真的吗？他这次是真的自杀了吗？是真的，他这次啊还留了遗书，说路易斯不爱他，他活得没意思，他吃了整整一瓶。武大夫，去看看吧。我不去，老套了，睡一觉就醒了，这个事儿还不要玩了多少回了呢。走了，哎，走了。怎么了，乔安娜？吴大夫。嗯。我好难过，快救我！吴大夫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我没在犹豫什么，我在观察他的表情，看他有没有在骗我。你快点啊！哎，小丫头。你可别再骗我，要不然的话我会剥你一层皮哦。请剥的每一天。强子，强子，武帅，你看这很明显的是服药过量的现象，你还在等什么嘛？我没在等什么，我只等那个状况更明白一点，我还能够处理啊。婷婷，通知来福准备洗茶。不是跟你说过了不要再喝酒了吗？我没喝呀。哎，瞧我怎么样，没事吧？笑话，
当然没事。哎呦喂，干杯！来，你看，真是的，我再跟你们说一次啊，住院期间绝对不准喝酒。下次要再被我发现的话，我就叫你连酒瓶都喝下去。哎呦喂，吴先生呐、啊，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到底怎么样，你应该非常的清楚。等切片检查出来之后呢，要不要敬酒就看你自己啦。你说敬酒就看你自己啦。对，敬酒干脆叫我去自杀算了。老赵，哎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哎呀，管他怎么做的，先喝再说。教教我好不好？以后我可以由厨房偷点酒带回家，好不好？那有什么问题？喝。小吴，这怎么了？好像老病又犯了，还得喝。哎，喝。辛苦辛苦辛苦！女人打工工作实在推动的太好了。党费交了没有？偷偷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已经退出伙同会了。笑，笑死我！同志，又在抗议吗？太好了！为了什么抗议？我看看。白云机场事件，好，好。大奎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心里好矛盾。你一定不是本党的同志。身为一个反对党，要不管对错，为反对而反对到底。No， 我真希望能够帮乔安娜包装，因为她的包装费一定很豪华。那我的佣金都可以赚很多、啊，是，但是他真的嗝屁了，那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哎，怎么会没有意义？为党国牺牲，那是我们党员应尽的义务。希望能够帮乔安娜包装，因为她的包装费一定很豪华，那我的佣金都可以赚很多、啊。但是，万一她真的嗝屁了，那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哎，怎么会没有意义？为党国牺牲，那是我们党员应尽的义务。党魁，别跟我说教了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是党魁，我是党鞭。队长。快来吧，带子带上。怎么突然有一种命运委员的快感？不适合当民意代表。啊，乔娜，快出来，准备一下。哦。哎，王大夫。法网，大概要让你失望了。哦，不差乔娜一个。乔安娜，掌柜，哟，谢花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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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不要太热情，病人很虚弱的。谢花，复国旗。掌柜，你诅咒乔安娜，什么意思？疯了！八万，你干什么你？你怎么可以打我的病人呢？莫名其妙。快把乔安娜拖到房里休息去。哎，回来回来回来！哎，请问一下，请问乔安娜这次病怎么样？哎，各位记者小姐、先生大家好。哎，这次呢，乔安娜的情况是比上次严重多了，她真的吃了安眠药了，而且呢，幸好我们这个本院的急救非常得法，现在已经完全脱险了。哎，应该说是以喜剧收场。哇，太棒了太棒！老赵，你跟谁学的啊你啊？就餐厅里啊，一
一个叫小残的，他是过气的魔术师教给我的。老赵啊，该到检验科去照 X 光了。哎，不要去了，我已经好了。嗯，好浓的酒味哟、啊、你是不是又喝酒了？我没有啊。哎，你要不要跟我亲个嘴试验试验？让开让开让开。小姐，你要干什么吗？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？什么都看不清楚，是不是副作用？还是我没有脱离危险期？都不是，大小姐啊，是刚急救的时候把你隐形眼镜拿掉了。乖乖睡觉了啊。吴大夫，嗯，你可不可以陪我聊聊天？聊天？聊什么？我想跟你谈恋爱。谈恋爱？这不，这不太好，不太好，这不行的，不行的。你误会了啦，我是想跟你谈谈我跟别人的恋爱。放心，我知道我不可能爱上你的。太可惜。什么？啊？我没说什么。嗯。吴大夫，你觉得爱情是什么东西？爱情啊，这我也不太懂。今年我都36岁了，哎，只谈过一次恋爱，所以爱情呢，我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。哎，不过你要问我什么是肾脏，什么是膀胱，我可清楚得很。肾脏呢是功能很多的一个东西。算了算了，我想我的肾脏对我的爱情并没有什么帮助。但是很抱歉，我对爱情一点不了解。我看这样好了，我请王医师呢来跟你聊聊。他对这个心理学是非常了解的，好不好？不要不要，她也是个女人，她怎么会了解男人的心态嘛？我不管，我要你跟我说话，要不然我就要……请这个自杀，你自杀第6次了，我怕你好不好？啊，好吧好吧，你要说什么我在听，我会认真的听的。我知道，他从来。都没有认真听我说过话，我根本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。嗯，那你真的很爱他吗？可是他对我总是忽冷忽热的，为什么他就不能专心的爱我？我那么爱他。我看你们俩干脆分开算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是不是可以试着把这段爱情给结束掉嘛？啊？不能，我不能离开他。路易斯，路易斯，你为什么不爱我，路易斯？乔乔娜，我不是路易斯，我是武断。你为什么不爱我吗？乔乔娜，路易斯，我是武断。玫瑰。
玫瑰，玫瑰，知道医院是不准喧哗的吗？我知道，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很在乎我跟乔安娜拥抱。我怎么可能在乎呢？嗯，可是我要告诉你，你不应当在一个漂亮女人生病的时候占她的便宜。你没有医德，你简直是一点人格都没有。哎，你可以侮辱我的人，但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刚才的拥抱只是礼貌性的拥抱咯？或许那个情况呢比较严重点。但是，哎，这天一怎么了？哎，先生，你还好啊？对不起，不要怕，没关系，我没穿伤。哎，你们继续啊，继续。奇怪，医院什么时候准许按摩的人进来？你不要把话岔开。请你想想看吧，玫瑰，一个医生对他的病人做适当的关爱，这有什么不对呢？适度的关爱，你的适度比别人大太多了吧？玫瑰，听我说，我刚刚跟你说完了，玫瑰。吃醋，而且是越吃越香，哎，有意思。各位观众，如果你家里有小孩，放洗澡水的时候，请先放冷水，再加热水，避免烫伤。因5岁以下的小孩意外伤害，